西杯酒烧甲烧，一杯酒是为你倒，好梦好醉成烦恼。你的情有哪无，是真是假？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那个怡玲啊，老师好。你确定你是护理师吗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让我打针看看？你是专，应该是专业的歌手吧？对不对？奇怪，那我来看看我请问哈，你们算是初次见面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岳老师打针，没错，我觉得很好，嘿嘿，谢谢，你唱的很好。那有一些，我今天是雅文老师不在。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为你鼓掌的，好，然后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是，一个不好打的分数，但是是很棒的一个享受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老师，你一直都是非常稳定，你根本就是个职业歌手，我之前也这样提过，你根本就是个职业歌手，因为你不管声音的稳定度，在一首歌曲的掌握上面，尤其你唱这样的一个。台语歌曲算是比较传统的台语歌曲的唱法，你拿捏得非常非常的精准，包括你的拍子啊，包括你的 pitch 各方面，其实都拿捏得非常好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不相上下。那别的老师会怎么评，我们待会儿看节目就知道。